话，皮比较轻，比较细短一点。眉峰收鼻，竖话比较粗，比较稍微短一点。横，第二个横要长，向右上方斜行鼻，要细一点。横画要细，间距基本相等。横，这个横要细一点，竖略粗，向中间斜的。这个竖画要垂直。斜钩要写的长，要细一点。动完之后，向右下方斜行笔。勾上去。撇要往中间靠的近一点，穿插下来。点在这个上方，不要太远了。斜钩要两头略粗，中间要细，比这个横跨我们这个转折的地方挨得紧一点。起比较高一点，向右下方伸展，横跨间距基本相等，要细